因为我们已经就是过分手四年了，对啊，但是我真的想到我之前那样子，真的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成熟，我那时候年纪小，对啊。哦，没有，那时候年纪小，比较想要自由吧，而且那时候我本来就没时间就是顾你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自己本来就没时间陪你，所以我觉得你会这样做合理啊。嗯，对啊，没事啊，都过去了。如果40岁都还没结婚，你要娶我啊？